佛光照大地，法喜满人间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张玉成，欢迎收看《人间新闻》。佛光山宜兰兰阳别院日前是举办了今年第一场的八关斋戒，有不少的信众把握难得机会来精进共修，透过了佛法力量净化自己身口意三业，来体验出家生活。双手合十，近百位佛弟子放下复杂思绪，在兰阳别院住持妙勤法师亲自正授下展开八关斋戒，受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等八种戒律，关闭八种不好的念头，体验一天一夜出家生活。很高兴，然后可以体验一天的出家人的生活。今天来道场参加第二回的八关斋戒，真的很感恩又很欢喜。佛学讲座让我更深入的精进，了解佛我为什么要学佛。不止八关斋戒，还有佛学讲座，特别邀请到冈山讲堂监寺慧智法师畅谈佛陀为法忘区故事，让戒子们更有信心在佛道上持续精进。因为是林君毅宜兰采访报道。